选举进入最后的阶段，民进党家己关注候选人翁章梁嘛来推出最后一波连接在地的竞选歌曲。我是翁章梁，咱是家己人。伊表示这首歌哦，听了心情会真放松，因为歌曲轻快，加上真好记的歌词。伫咧五天之内，就吸引超过10万人次来观看。日头南风海影，家己人温柔欢喜勇敢，翁章梁。我是翁章梁，咱是嘉义人。民进党嘉义县长候选人翁章梁竞选歌曲《咱是嘉义人》，打进到嘉义乡土，超过到10万人来观看。曲风是轻快，加上好记的歌曲，网友纷纷大赞新曲再现，也受到不少乡亲在脸书分享和转载，也有网友希望会用听到由翁章梁亲身献唱的声音。温柔欢喜勇敢，翁章梁，我是翁章梁。网路啊，新推出一首 MV 的歌曲啊，小婷嘉义人啊，我是翁章梁哈。啊，这首歌曲啊，实际上非常的轻快，那把嘉义县的山海平原啊跟翁章梁的特质啊把它结合起来，所以伫这个歌里底啊，你当看到啊嘉义关山海平原的相关的景色。啊，当然啊，这是有啊一挂好朋友啊，大家伫选举的尾期啊，小光已经推出两支非常成功的歌曲。翁章梁表示，竞选歌曲由刘祖阳主唱是大开优，少年的支持者所创作。歌曲为山海写个平原，以种山人、做树人、讨海人描述乡亲在这块土地勤俭打拼的幸福。唔，那是连接在地性，真侪嘉义人听了也非常有感。也真特别的是，这首创作伊无开头，也无结尾，用个无限的循环播出，非常的特别。世新新闻蔡明东嘉义观察员报道。